大家好，我是曾贵人。今天呢，我们来把这一些蜂群的王全部给它换掉啊。然后现在这个是喷壶啊，喷水。这老王被我抓走了啊，我们现在给它全部换成新王上去，把这工蜂喷湿，换成处女王。我们先用水把它们喷湿，清水就行了。喷点水的话，它们比较温顺一点，没那么凶啊。不喷的话，它们也很凶的。好，然后把这一片放在隔板外，人家把王放在这一片上面，这样子比较方便观察啊，方便找王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王啊淋上蜜，然后把它放下去就行了。用蜂蜜把它淋湿啊，然后把它倒在这个梁上。好，盖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回头过来看它就行了啊。接下来我们借这一箱啊，老样子，先清理王台。好，这个王在这里啊，我们用蜜把它淋湿。我们可以，它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从这边淋它，也可以从里面淋它啊。它跑到这上面这里来了，我们打开，打开，往里面倒蜜啊，它要往回走了，我们倒蜜啊，啊，它在这里。躲在这个里面这里啊，往里面倒蜜，把它腌一腌啊。啊，大家看啊，它在这里被腌着了，它在这里啊。好，盖上。我们盖上啊，让它下皮去，然后等一下再来看。他们往里面倒蜂蜜啊，倒入蜂蜜。拿出来。好，跑了啊，跑了啊！哎呀，他跑了啊，跟我捉迷藏啊！他跟我捉迷藏啊！好，哎呀哎呀，别掉下去了啊！啊，它进去里面那一匹了，那就让它进去呗。看着它进哪一匹，然后我们查哪一匹就行了啊。好，盖上。